土曜节前，雪隆慈济志工到照顾户巴兰家协助清扫。毕竟他年纪也比较长了，88岁。然后最近我们发觉到他身体状况比较弱，所以我们就志工们就是大家一起，组员们一起安排来跟他做一个大扫除，然后也顺便就是贴一些好像，他们那些好像他们的对联，让他们就是有那个气氛嘛。除了清扫，志工贴心装饰，让巴兰家增加土妖节气氛。空间，那个尾巴是在环保站啊，我看到丢那个扇子来的，我看到丢很浪费，我都拿回来给他放点那个竹啊，放点那个颜色下去罢了。来，走走。土妖节当天，巴兰一早穿好节庆衣裳，迎接志工的到来。我们就在选择在正日跟他一起度过咯，因为他毕竟巴兰老人家都是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趁着就是这一个迪巴瓦利的这个 holiday 来跟他一起做一个庆祝。哎呦，妈呀，说快点，迪巴瓦利，我来让买买的，我跟巴兰买的买干。Barba happy, ayo, saya masuk kau. 土妖节欢乐气氛同样也在拉加马里金家，志工准备了美食一起庆祝。红包是拉加马里金给晚辈的祝福，现场虽然彼此不同宗教，却能感受到大爱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周正华、张世亮、何永康，马来西亚报道。